箱。你在找我吗？乖，过来，到爸爸这儿来。我要再次仔细确认一下上面写的。我原本是想找个机会好好跟你说，我是特别不想让你突然接受这件事情，所以我本来是想慢慢跟你说，但现在你既然已经发现了，那管他呢。那我的妹妹呢？父女相认，快！爸！爸！等一下！哎，你是个人渣！你抛妻弃子，所以这个故事我不想听。你为了钱不要我们，你还敢说你是我爹？年轻人，怎么样？目光短浅。什么目光短浅？只看表面。你才只看表面啊！你老婆都把结婚证给撕了。收证。这么多年，你这个爹就把你养成个杀马特。你的老婆把结婚证撕了，他跟你撕了。你知道这背后的故事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你不知道，你凭什么这么大声说？你用你那个绿脑袋想一想。那姐姐呢？好好的想一想。姐姐呢？搜证。